大家好，好开心今日喺度，我系彭秀慧，Kearen， 大家好，因为好多人都唔识读我个英文名，所以有个机会可以喺一个咁公开嘅平台讲一次，我叫做 Kearen。Turn off， 大家知唔知道你哋身处呢个空间北面喺边度啊？ 想揾方向嘅時候，今時今日咧，應該係第一件事攞翻你嘅手機出嚟，然後開個 compass 啦，係咪揾翻你嗰個方位啊？又或者如果你想去一個目的地，由沙田行商想去柴灣工業城嘅時候，你條路點揀啊？方向去邊度？你開個 Google Map， 你就會揾到你嘅方向點樣去嗰度。但喺人生嘅方向，我哋係冇 Google Map 嘅喎，我哋用咩 app？ 人生要揾方向，仲记唔记得你第一次觉得人生要揾方向系几时啊？系咪你第一次写我的志愿嘅时候，又或者中午嘅时候，方块毕业你系要去拣读咩科啦？又或者系你大学嘅时候毕业啦，你揸住嗰张大学嘅毕业证书，你去决定去揾一份咩工，又或者系做咗咁上下，你开始谂下你转唔转行啦？好似强尼咁，唔做建筑啦，我要去入演艺嘅事业啦，辞唔辞职啦？结婚嘅人嗰段关系继唔继续啦？分唔分手？结唔结婚？离唔离婚？好似每一次有问题出现嘅时候咧，我哋就会开始谂下我人生究竟有咩方向，我要去边度行？然后你就发觉其实， 当你去揾方向嘅时候，每一次都系选择嘅时候。好啦，上面嗰个 intro 嚟噶。其实咧，我今日嚟呢度咧，就系用我呢条人生嘅 timeline 呢一条 route 嚟到呢一度分享下。咁喺过往，我又靠住啲乜嘢去揾我嘅方向，去行我呢条人生嘅 Google route 咧，可能大家觉得我系好幸福噶，因为以前有啲访问都讲过啦，我细个真系好细个就好想做演员啊，因为细个好中意睇戏，爸爸影响每个礼拜日每日做就带你去戏院睇戏，于是你睇到好多电影嘅时候，你见到哇梅艳芳啊，哇钟楚红啊，好靓啊，好开心啊，真系有一日会谂，如果以后我翻工嘅时候我就系做戏，咁我咪好开心咯，呢份工应该好开心啦，唔系翻 office。 由嗰阵时一个小小嘅念头开始觉得，我想做演员，少少表演欲啦，参加下嗰啲咩朗诵比赛啊、演讲比赛啊，又有少少成绩啊，更加觉得我都应该系有呢一方面嘅才华噶啦。咁我就决定入演艺学院啦，仲要考到喎。但系咧，原来咧就问题就嚟啦。嗰年咧，我 form five 嘅时候咧，我放榜。 出奇地，我成績唔錯，入到 Form Six， 跟住咧嗰年 Form Five 咧，我仲打咗份暑期工，喺一間 production house 嗰度做，真係唔係講笑。當年咧，我以我啊17歲去做一份 production house 嘅暑期工，我竟然有過萬嘅月薪。喵喵，系咪可以訪問下我做乜嘢？ 實不相瞞，我係做模特兒公司 ，OK， 即係咧嗰啲叫人哋嚟上堂，咁<笑>我就可以抽用17歲坐喺間房度咧，嗰啲人嚟咧，煙瘦還肥都覺得你好啱做模特兒啊！呢位先生，睇你嘅身形咁健碩，好多廣告啱你拍，有冇興趣？ 但之前你要訓練一下你嗰個行路嘅姿勢，咁其實有兩個 course， 一種 short 嘅1200蚊 ，full course 5600蚊，影埋 com 卡。嗰時我就做咗一份咁樣嘅工，過萬蚊收，因為我每有一個交學費，我就有錢收。哇，幾有 talent！咁我個老細同我講：呢度演藝啊，揸兜喎，邊有人做戲會揾到食㗎？ 其实佢嘅心咧，我好知，我睇穿佢，佢系想我留低帮佢做嘢。第一个人生方向 turn off 出现咗啦。当你有选择，觉得有啲嘢仲要有几好得俾你选择
有得 form 6啦，有得有份幾好嘅工啦，有個好似幾錫你嘅老細，但係你都覺得唔係，我要讀 APA， 我要讀演藝學院。嗰種唔計較一切，對將來有一個 fantasy， 對自己有個信心，嗰樣嘢可能叫做 passion， 係 passion 令我放棄曬其他我可能擁有嘅機會，我決定要入 APA， 梗係啦。我覺得自己得啊嘛，平時跑步都幾快噶，追巴士我會贏噶。點知入到去呢個選手村，你發覺全部都係奧運選手嚟嘅，個個都係佢好有演戲嘅才華先會入到嚟 APA 噶嘛。所以咧，當你揸住呢個 passion 入到嚟，其實你係好失落噶。我諗我哋每一個讀過 APA 嘅同學都經歷過沮喪嘅時候，因為你覺得比唔上人，自己好渣。學戲劇最重要，原來入到去唔係教你點樣做戲喎。Rule number one 教你嘅係認識自己，第一件事知道你有咩缺點，有咩 dark side， 有咩做唔到嘅嘢。學戲原來一件好殘忍嘅事，你要擁抱自己做唔到嘅嘢，面對自己嘅缺點，同時你要欣賞自己嘅優點。咁嗰陣時呢個 passion 夠唔夠做咧？其實好難嘅，因為你好多時好沮喪，即係做唔到想做嘅角色啦，覺得自己嘅機會得唔到啦，人哋又做到主角，但係你長年就再做後邊嘅 chorus 啦。其實係 passion 都係唔夠嘅。咁跟住我好記得就係、去到第五年嘅時候，有一次我哋做功課做一個練習，係一個 scene work， 即係一個劇本抽咗一段戲出嚟演嘅時候，嗰段戲咧係講。兩母女嘅，我唔記得個劇情，但我記得嗰刻我感受。排咗好多次都冇乜特別嘅，但係當我一 present 嘅時候，唔知點解，我諗嗰樣嘢叫做上身，即係嗰種搭通天地線。突然間我感覺到嗰個劇本嘅對白，佢唔係對白，佢好似講咗我心入邊一啲我其實想講好耐嘅嘢。是想跟媽媽講好耐嘅嘢。嗰刻我 present 嘅時候，我直頭好似出竅咁樣，好湧動，有一啲我冇見過嘅情緒出現咗。我諗呢個都係做戲嘅人好多時都會經歷過。嗰樣嘢叫做 connection。原來表演同自己 connect 咁緊要。呢種 connection。戰勝了我最早只是覺得想貪慕虛榮，想做梅艷芳，想做鐘楚紅，想拍戲。戲劇對我來說，原來我找到一個意義。那種意義就是我們經常想學、上堂做過戲的時候，會有一個字經常出現。Why？ 學戲的時候經常要做的功課，收到劇本你要問 Why？ Why？點解要做啊？點解要咁樣做？每一個行動，每一場戲 ，why？ 點解你存在啊 ？why？ 呢個係我哋演員成日都要問嘅問題。喺嗰刻，我突然間覺得哇 ，connection！ 我知我點解中意做戲啦。原來我係揾到戲劇同我嘅連結。所以當年我大學畢業嘅時候，我寫咗一份畢業論文，叫做《Actors and Emotions》，因為我覺得原來。演員的情感那個表達是那麼珍貴和那麼重要。我找到一個方向，我又挺好彩的，畢了業之後沒多久我就入了中英劇團，入了一個全職的劇團去做演員，真真正正地演戲為生，真的每一天都上班，就是排戲，跟著就演出，跟著就謝幕，跟著就下一個戲，如是者。有陣時人真係好衰啊！即係你已經得到你最想得到嘅嘢噶啦，但係原來唔夠喎。你慢慢咧，你會枯乾嘅，你會 dry 嘅，同埋你會唔記得咗自己中意緊啲乜嘢。嗰時我做戲劇咧，做表演，其實最想得到係咩咧？最想得到人哋讚我。謝幕嘅時候，好想人哋哇 ，Kearen 你做得好好啊！彭秋慧出場嘅時候特別拍得大聲。咁嗰陣時，我喺劇團咧，其實我都好幸福嘅。我成日都做，又有機會做啲比較主要嘅角色。但係
我永远都不觉得自己特别多的掌声，亦都很少有人觉得我真的做到要冲入来 dressing room， 喂 Kearen 你真的做得好好啊，没有啊，是 OK B 到 B 加 A 就未见到，间中都几好啊，咁样啊，不过边个真系做得好好、啊、喎。其实咧嗰刻都几迷茫，因为你做紧一样好中意做嘅嘢，但系你觉得自己成绩不如人，或者都唔系要同人比较，系我唔知道自己点样可以进步、啊。咁嗰段时间系我几迷茫嘅时间，因为已经个天俾咗好多机会你。咁最后我就谂，我决定不如我辞职啦，我唔做啦。唔做做咩啊？唔知啊，我应该唔会死嘅喺香港，个个喺香港都系惊搵唔到食嘅啫，交唔到租，生活唔到，但我唔惊、啊。我嗰刻唔系想放弃自己演戏呢个梦想，系我真系觉得我嘅人去到一个位置，其实我唔系好知道我可以点样可以善用我自己。唉，我咁叻，我去做 sales 得唔得啊？哎，我细个成日有个梦想都系我想去卖车嘅，因为我好中意揸车。咁我觉得放弃自己做戏都唔系一个好可惜嘅嘢啊！我呢个表演嘅 talent 我可以摆第啲地方嘅，做 PR 咯，做第啲嘢啦咁。咁我爸就话你就咁，你呢啲系跳海啦，即系你辞职就系你望到第二艘船你就转啫，你而家系跳海。但我又唔系好惊嘅，即系我觉得。人可以選擇的嘛，有陣時經歷下迷茫或者方向會慢慢出現呢，咁跟住呢我就一辭咗職之後呢，好奇怪喎，當你發現有啲嘢轉變咗呢，你個人突然間眼界又睇個世界會唔同咗啊，去行同一條路呢，你可以覺得你個今日一身輕嘅時候你成個感覺唔同。咁我就好記得當時咧，我就去睇咗一啲我以前唔會去睇嘅演出，例如一啲業餘劇社嘅演出啊，或者係一啲我從來都唔覺得自己會去睇嘅演出。我欣賞下其實喺專業劇團以外，究竟其他人係做緊啲乜嘢嘅。咁其中一個好重要嘅經驗就係、是、我睇咗一個由比利時嚟嘅舞團睇一個舞團一個演出，嗰、那個係一個講911嘅。一個節目，一個 dance， 我好記得我睇完之後，我唔知道你有冇試過睇完之後一個戲，我係走唔到，我淨坐咗喺度，我坐喺第一行，我呆咗，我一個人睇嘅，起唔到身，嗰種震撼係嗰刻，乜 theatre 可以咁嘅咩？乜劇場可以個威力可以令到我起唔到身？呢、這個震撼令我突然間覺得自己做咗咁多年劇場，我好似從來都冇認識過。我只係貪慕虛榮地去做一啲表演，做啲演員，渴望人哋嘅讚美。做主角緊要噶，做完主角要俾人讚更緊要。跟住我就谂，点解我唔试下喺呢个舞台上面做我自己想讲嘅嘢？就好似你做一个职业司机，你揸的士嘅，但你从来冇认真去享受过拥有自己嘅车，你话是去边就去边嗰个自由嗰、那个乐趣。跟住我就好大胆咁觉得，唔理啦，我试下自己写个戏俾自己做啦。咁即系大家都知道，即系我第一个戏，于是创作嘅就系29+1。其实我都是想说是没什么野心的，人家以为我很大野心啦，就是哇你又自编自导自演，你觉得自己很威啦，是吧？ Sorry， 不是，其实我想说是我很没有信心，我想着自己做完呢三下门一百人做完就算，即、就是搞些小演出自己过瘾，即、就是有些人自己作一首歌自己唱，有多几个人听就 OK 咯。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是有报应的做人。以前做職業劇團的時候咧，好多新嗰啲編劇交個劇本嚟咧，我哋都做得音質事多咯。呢度唔係好通喎、啊。喂，呢度其實真係唔係咁樣。呢、這個角色個 why 係點樣噶？嗰個 why 點解要講呢句嘅？我哋真係糟質咗人哋好多心血嘅劇本。我心諗今日到我寫啦，哇！我叫個導演嚟，佢咪唔得喎。
好差喎，點解啊？點解啊？點解啊？最中意問 why 嘛？為咗逃避呢一種被 judge 嘅危機，我決定算啦，我自己搞啫。你由我啦，我自己寫，自己排。咁都有燈有音樂，咁嗰啲嘢做咗得啦。不過嗰陣時啱啱我30歲，竟然面對咗一啲從來都冇想象過嘅一啲人生嘅大事，所以突然間個創作充滿咗好多 connection， 或者創作充滿咗好多自己嘅投射，或者一啲好有感而發嘅一種作品。奇蹟發生啦！散場之後，喺藝穗會一個100人嘅 theatre， 鞠躬謝幕。有幾個觀眾佢冇走到，佢坐喺度望住我。我好記得嗰個女人，跟住我話：係點啊？我可唔可以俾個黑你啊？跟住佢走埋嚟攬咗一下，因為咁近嘅就喺 fringe 嗰度。呢一個黑，然後佢離開咗之後，佢同我講。多謝你啊！我想這個是我其中另一個人生很大的轉捩點，是創作的威力。原來我發覺一句多謝那個重量遠遠高於你做得很好啊，你做得這麼厲害的，我才明白哇，原來 theatre 有另一種嘅面向，表演有另一種可能性。除咗娛樂之外，除咗演繹經典之外，仲有一種表演者同觀眾嘅 connection。我諗係呢一個反應令我開始，我可以創作，我可以繼續試下。越嚟越多嘅觀眾反應話俾我聽，睇完之後。他們有一些影響，有一些改變，或者一些新的想法，觀眾的信啊，以前沒有 IG， 沒有 Facebook 的嘛，真的是手寫給你的，跟著去到有 Yahoo Blog 啊，那些年代，我找到一個新的字，叫做 mission， 原來我這份工作有一個 mission， 我真的可以用我在台上的一晚去喚醒可能是幾百人裡面的某幾個人一些很重要的提醒，於是我開始了我的創作，開始了我覺得沒有比創作更加有意義的工作。往後的事可能講到後來開始就大家都知道了，即我又有做過開始做不同的舞台劇，即做過讀過戲，然後就有機會去做電影導演。做電影導演其實呢就我覺得就不是我想的會發生的，即我想說這件事不是囂張，它只是一個機遇，是一件事，就是我想證實告訴你，就是有些事只要你本身做得好好地，做好你每一樣手上的工作，可能有些意想不到的事它會帶給你。我一直都抱著這個心態去完成我每一樣手上的工作，而我發覺每一樣新出現的挑戰和機遇都是來自因為人家見到你，人家信得過你，信得過你的 passion， 信得過你交代，信得過你會撲心撲命去做這件事。但我就覺得不是的， Sorry， 我做那件事不是為了你，我是為了自己，因為我覺得我做的事，我用我的時間我的生命去做，我必須要找到一個 why， 我必須要找到我為什麼，而我必須要找到這個點解之後那個意義是什麼，究竟我為什麼要在這裡做。我想起我小時候的時候呢，
我將呢個情節我都擺咗喺我其中一個讀嘅戲《月球下的人》。小學每日翻屋企嘅時候咧，都係由落車保姆車行翻屋企啦，嗰條金馬倫道。咁咧而家我覺得好似少咗，就係、是、地上面咧，你有冇留意有嗰啲膠嗰啲黑色一粒粒嗰啲？到而家我都唔知嗰啲係咩嚟嘅，係咩嚟㗎？喵喵可唔可以做啊？你知唔知我講緊咩啊？黑色有一篤篤，人哋話係香口膠啊，係咩嚟㗎？我用了很多年都沒辦法真的傳疑是說是香口膠，其實我不知道是什麼。但是呢那時候我就每天回家，因為走那條路太悶了，我就決定呢每天回家的時候我就跟著那個點去走，我就這樣走。這個玩厭了呢，我就給另一個挑戰自己，就是呢我一路走呢，我將我看到的文字我都讀出來。明輝大酒樓，固然大廈，龍城大藥房，一路噏個嘴冇停過。你諗下，我講幾怕悶，我幾想賦予我每一段旅程嘅意義，真嘅。咁我覺得呢個我自己，即係如果我需要為我嘅人生去做一啲分析嘅時候，我諗呢個係一個少少嘅契機，去講我自己點樣賦予我嘅方向係點。除了去的目標之外，中間的過程其實都挺重要的。講到一件事，我很喜歡駕車，除了因為我其實有一個小小輕度遲到的習慣，駕車可以在我的控制我的油門的快慢，我很享受我踩油的時候，即是不超速那些呢，沒有的，我不超速的，但是可以快一點，八十就是八十二。我想讲呢，头先讲 Google Map， 你找到一个地方你要去，真正比其他人快去到那个目的地的方法，不是因为你驾车比人快，而是因为你揀那个条路是啱的。过隧道的时候，你揀哪条过隧道，那条link是奠定了哪个冲线先。所以呢，揀啱自己的路， turn off 对我来讲，由我小学想做一个演员，我想做明星那种璀璨的生活，电影生活，到我今日，其实我有没有改变我不知道，大概其实都是同一个方向。不過隨著人生，我可以有能力，亦都有一個緣分，可以為我呢條路一路一路加添一啲意義，令我知道 why 我點解要喺呢度，我點解要去嗰度，而中間嘅時間，我係覺得享受而覺得樂趣，咁新嘅嘢就會出現，到時你就可能有新嘅方向。最後，因為我寫了在稿上，即是給你們看的時候，即我想說，因為我是演員來的嘛，我想用形體去表示怎樣在你迷失的時候去找你的方向。有沒有試過去那些餐廳，立刻拿手機出來拍的即是什麼，即是很簡單，即當這個是一艘船，那你就即是一艘船，你要落船，即是你起身要上岸的時候呢，就會動的。我那天因為我行山的時候經歷那架快艇，那會這樣的嘛。那這個就是因為那些客觀的環境令到你那艘艇這樣啦，是不是？那在這個時候，即我都不是厲害的水上活動人，但我想告訴你，在這些迷惘和不安的時候，你應該怎麼做呢？第一件事，你要踩實，因為渣的人是會踩實，但你不需要跟他不要動，是不會的，個浪是在這裡的。剛才你們說 Go with the flow， Go with the flow 的時候，但是不要迷失自己，最重要知道自己是在這裡，那你就上到岸。我想这个是接下来
我哋继续会喺我哋各自嘅生命入边遇到好多唔同嘅起跌嘅时候，其中一个求生感浪 ，go with the flow， 不失灵活，但系踩住自己，知道自己要去边，揾你嘅 true north。Thank you， 多谢晒。